2019年10月31日晚，一辆黑色轿车正常行驶到视频中的十字路口，就在车辆等待信号灯的时候，一场意外发生了。随着一声巨响，摩托车驾驶员应声倒地，现场触目惊心。驾驶员倒地以后，在地下呢，应该是受伤很严重。这个时候呢，车上下来了那个人，驾驶室下来一个女同事，副驾呢下来个男同志。哎，他们下来以后呢，当时可能也是懵了吧。这个时候分不下车以后呢，首先是看他们那个车的那个受损情况，一来看他车后的情况。挡风玻璃的右下部有个窟窿。眼前的这一幕吓坏了车上的两个人，惊恐之中，他们未敢靠近伤者，第一时间掏出电话进行求救。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四川省德阳市，这是一段令人揪心的画面啊！这段画面曾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疯传，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根据常理，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要等待交警部门到达现场之后来进行处理，这是正常的程序。但是，这起交通事故却在几分钟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关注的事件，来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他伤势严重，却在苏醒后上演惊人之举。6分钟以后，看到伤者在动，然后起身站立起来了，伤者呢就急步的离开了这个现场。德阳警方连夜满城搜索，却难寻肇事者的踪迹，反常之举背后究竟隐藏何种玄机？逃离一线正在播出。事故发生后，在等待交警部门以及120救护车的过程中，摩托车驾驶员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一只鞋子甩落在马路当中，周围还有一些围观者。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驾驶员倒地后呢，这头部这个有点血迹出来了，看伤者已经在大量出血了，应该是受伤很严重。那么当天大约在6分钟以后，那么看到现在是8:34，这个从副驾下来一个这个男同志呢，就一直在打电话，他走到这个伤者的旁边，看到伤者在动，然后可能做一些咨询嘛，看到伤者呢马上就起身站立起来了，看到这地下呢有相当大滩血。他们做了简单的阻拦，也没有成功，伤者呢就急步的离开了这个现场。视频显示，大约6分钟后，受伤倒地的摩托车驾驶员突然起身，并且不顾劝阻离开了事故现场。突然上演的这一幕令所有人感到不解。从他摔下去的过程来看，摩托车驾驶人应该受伤很严重，但是他又离开了现场，我们在怀疑这个驾驶人肯定有其他问题，要么可能存在酒后驾驶，要么存在无证驾驶，要么存在可能毒驾，否则是呢可能存在犯罪前科。身负重伤却强行离开现场，受伤男子究竟想要隐瞒什么？就在他离开后不久，120急救中心的救护人员和交警相继到达了事故现场，此时伤者已经不知去向。根据现场遗留的血迹，结合该男子并未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医生判断其头部应该伤势不轻，不及时救治的话后果堪忧。当时我们的办案民警到了现场以后，进行安全警戒，然后呢，进行现场勘查，就发现了地上有一滩血，追尾的轿车后排的挡风玻璃已经破损。当时摩托车驾驶员离开现场以后，
我们立即安排另一组人啊，我们的副班到监控室对这个事故现场、发生事故的周边以及他有可能行驶前往的方向的视频进行调取，我们进行排查。侦查人员顺着受伤男子逃跑的方向调阅了沿途所有的监控视频，最终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由于视频距离较远，无法看清该男子的面部特征。这个地方是在我们事故发生地点两百米的一个广场，在当晚8:35左右，那么从我们事故发生方向啊就跑过来一个青年男性。这个青年男性呢，上身穿那个深色的衣服，那个手臂上有那个白色的条纹，后背有一个白色的图案，下身疑似穿条牛仔裤。侦查员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该男子光着右脚。根据这个细节，警方断定这名男子就是肇事后匆忙逃离现场的伤者。在画面上发现他很快地穿越过去，他离开这个现场，而且在受伤很重的情况下离开现场。第一个，怕他这个是在发生危险；第二个呢，逃逸离开现场，怕他有其他的违法行为。该男子在穿越这个广场后，便进入到了监控盲区。侦查员随即调取了下个路口以及周边所有的监控视频，却再未发现其踪迹。警方随即成立了专案组，全力追踪该男子的下落。那我们呢，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给他查个水落石出。首先，他是受了伤的，我们为了他伤情，他肯定要到医院进行治疗。那我们首先对他发生事故的周边的医院进行走访排查，看他需到医院治疗过没有。第二个呢，就是对周边的群众做调查，究竟看了有没有头部受伤的人员经过，然后呢，我们逐步排查。事发当晚，专案组针对该男子的行踪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多路侦查员以事故现场为中心，对周边所有医院及诊所逐一进行走访，大型的还有小型的医院，还有包括私人医院、大型诊所，我们都全部都进行了查找。但是呢，都没有这样的类似伤的人进行过救治。这一夜，市区的走访排查工作一直持续到了天亮。然而，警方未能获取到该男子的任何线索，于是专案组决定倒查男子到达事故现场之前的行踪。因为他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我们调查监控这一组，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倒查对他的行动轨迹。整个当天晚上，他是从岷江路方向，通过岷山路、然后嘉陵江路、泰山路这个方向，一直朝广汉连山方向行驶。我们想这么晚的情况下，应该是他回家的道路。通过调阅沿途的监控视频，警方掌握了该男子来时的行踪。视频显示，当晚该男子驾车的速度一直很快，在腾空倒地的一瞬间，除了一只鞋子被甩掉之外，男子随身携带的一个黑色背包也被甩到了数米开外。警方仔细查看了事发的整个经过，最终发现当时现场围观的一名路人将这个黑色背包从马路中央帮忙捡了回来。根据视频资料，警方找到了这个背包。背包打开看呢，发现里面是些高空作业的一些用具，比如说安全带，有固定螺丝，一个冲击钻，还有其他一些工作服，应该都属于建筑类的高空作业的。从这些物品来看，该男子应该从事建筑行业，不过包内没有任何证实其身份的证件。警方随即对这辆摩托车进行了调查。他那个摩托车车后挂了个号牌，那么我们首先就以这个号牌为这个线索，从那个号牌入手，我们进行调查，然后从我们的网上调取了相关的资料。他摩托车是连山那个地方，那么经我们查实，车是倒厢车，号牌是套牌。掌握这一情况后，专案组断定这起案件一定另有隐情，随即对摩托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在检查过程中呢，发现这个车的车架号是被人为的打磨了的，打磨的，但发动机号还在。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发动机号，我们也做了查询，这辆车呢确定为一个盗抢车辆，因为原车主也当时已经报了警的。专案组扩大了排查范围，立即前往广汉市连山镇进行调查。当晚，警方找到了被套用车牌的原车主。没事哦，就是想问下他那个车子的那个牌照。掉了，掉了。他跟我说，蒋老师，他说妈，我的车牌牌掉了，摩托车的行驶证在哪儿呢？摩托车的。这个是驾驶证，就是。那个车主是一位25岁的小伙子，据他妈介绍呢，这个车主在4月份的时候，这号牌在广汉市的连山镇附近遗失，发现了这个号牌是一辆32摩托车那个号牌，来到家里面呢，也看到了这辆32摩托车停放在他院子里面，用过塑料棚盖了的，后号牌确实不在。目前明确肇事者的身份是警方要解决的难题，侦查员随即对广汉市的医院及诊所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我们当天晚上是对广汉市中医院、广汉市人民医院都进行了排查。我们在想，他是受了伤的，那么他肯定要到医院进行治疗。然后其中在广汉市人民医院排查的过程中，我们在查询当晚就诊的人员的这个记录本的时候呢，上面就发现一个非常符合这个肇事司机的特征，一个他是人呢，他属于连山人，符合他通过这个路线前往的方向。第二个呢，他受的是头部伤，也符合当时我们从视频中看到他摔下去着地的部位应该是头部。第三个呢，发现他的留的电话号码少了一位数，自己写自己的号码一般不会留错的。电话号码是少了一位，因为在这10位电话号码按照是个人填写的个人资料之中，这是不正常的，我们也无法联系。但是按照正常情况下，他绝对留到有真实性的资料在高头，其中他的名字这种真实性和地址真实性是很大的，所以说在这方面高头去突破。专案组立即与当地警方取得了联系，请求他们协助调查。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就诊病人那个登记簿，这个伤者的姓名、年龄就做一筛查，那么根据我们那个切片的照片，我们就进行了比对，根据他外观那个面部特征，一看就像得很，相似度应该80%以上。然后呢，我们就决定到他家里面去，我们就重点把他列为这个嫌疑人。经查，该男子姓张，警方随即前往其家中进行调查。去了后呢，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据邻居反映呢，是父母亲是去了山里面，山里面是很有些种地去了。然后张某嘛本人呢，不知去向，不知道。随后，警方以核实户籍信息为由，拨通了张某的电话。就打了个电话，又说张某，我是连山派出所的，现在有个事情，希望你到派出所核实一下，你可能马上来一下。当时张某呢是这样子回答的，他说是我在外头打工，隔3、5天回不到，然后到时候我要回来的时候，我就直接到派出所来嘛。电话里张某的语气显得十分正常，难道警方要找的这个张某与本案无关吗？当时怀疑他在工地上德阳这边工地上，打工工作，所以说我们就以工地老板的身份给他父亲打了个电话，就说你儿子某某某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呢？这个工地工期很紧啊，怎么没来呢？他父亲就说的，这个，哎呀，我儿子昨天晚上受伤了，现在在卫生院。怎么受伤的呢？出了交通事故。他说他在外头打工，但他父亲说他已经出了交通事故了，这个我们就更确定了，离开现场的这个驾驶人就是个张某。此时，张某的谎言不攻自破，侦查员再次来到了他的家里。我们和辖区派出所一起到他家里面，首先到他院子里的时候，就是他母亲
在院子里，哦，然后他母亲就喊，他们实际上晓得我们要去找他，哦，晓得我们要去找他，他就喊他儿子下来，他儿子说要得马上下来，我们就说方不方便，他说就是不太方便，我那就这样子叫他不下来了，我们直接上去。你是怎么住院嘛？在屋里。你说接下来这一所夜，当时。那不是的，就是去输液，我只带。要去得好快哦，你要真的危险的很。去太快了，我是。不是是是，把衣服穿了，等会儿感冒了，把衣服穿了。你先出来坐到这里，妈给你拿衣服，快快。慢点儿。待会儿把扶一下嘛。快坐那儿靠着，坐里面靠那儿去。我只带这个。你看看。就你一个，你出了问题，你们哪儿找来？之前你那个三个朋友就，你不应该离开，对不对？对你自己也负责，对别人也负责。眼前这个头裹纱布、满脸淤青的男子，就是当晚受伤逃跑的肇事者张某。回忆起当天的情景，张某有些恍惚。他说，撞车那一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在腾空倒地后便暂时失去了意识。他说的是在工地上下班比较晚了，赶了回家。车速一直比较快，到事发地的时候呢，离前方等红绿灯的轿车20米的时候，发现了前方的车，但是他采取了制动措施，但是效果不好，没刹住，直接撞上去了。当警方问其在苏醒后为何要逃离现场时，张某做了解释。他跑的原因我也问了他，因为跟他交流，他说他因为是自己没驾照，车子没得保险，也是怕公安机关对他进行处罚。第二个呢，就是撞上去以后呢，他考虑到，肯定他个人要进行赔偿噻，很担心，巨额的赔偿，所以想逃避这个赔偿。那么张某所驾驶的这辆摩托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车子来源，据那个张某那个他陈述呢，他是几个月前在他那个朋友那里购买的，花了900块钱购买的。实际上他这个套牌和盗抢车他都不清楚，他都不知道。他因为他是通过朋友在另外一个地方买的车，买的车子买上以后，这个车就是现在这个牌照。那么事发当晚，张某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呢？警方将其带到医院进行了血样采集，最终排除了张某涉嫌酒驾、毒驾的嫌疑。对起码就先安心地把那个伤治到，听没有？哦，你不这感染了？你不要在心里啥子压力，反正事情发了，正去面对，搞配合公安机关把事情处理好就对了。不过，民警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当晚张某伤势严重，他是怎么回到了距离案发现场20公里外的家中呢？据张某交代，当晚他穿过广场后，顺着小路继续往前跑，突然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然后就因为失血过多，他就倒在了这个我们道路旁边的那个绿化带那个草丛里面。据他的说法，就是大约过了有2-3个小时，他又醒来了。第二天我醒来，给我们幺二打电话，幺二在那儿找多久？就草坪里找你的。然后他们通过微信来的定位，他们叔叔就从广汉过来。就把他找到了，找到了当晚，就把他送到了广汉市人民医院，我进行救治。正是因为有亲戚开车来接，所以警方在视频中没能发现张某离开监控盲区后的身影。如果是他当时没醒来，那就相当于生命危险，很可能有生命危险。那个这个包包是哪个的？我的。是你的啊？里头装的啥东西？安全带。标识就是电动扳手嘛，还有啥子？还有工作服，还有安全帽，哦，对，好，来，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这些东西哈？看到了嘛，哈，你工作服也看到了哈。哦，这些东西如果没缺少的，你就等会儿就把领起走了哈。至此，整个案件水落石出。无证驾驶的张某肇事逃逸之后，在医院刻意留错电话，直到警方联系他的时候，他还谎称自己在外地打工呢。为了逃避责任，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然而，这些做法非但是无济于事，还让他的违法行为步步升级。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起交通事故。
同样，事发地依然是四川省的德阳市。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后，也出现了令人不解的一幕。白色越野车雨夜狂奔，车辆失控，一头撞向路边配电箱。当时的情况比较严重，不管是车损和物损都比较严重。事故勘查过程中怪事频发，凌晨深夜，医院病房上演抢人戏码。接着交警赶到之前，先到达医院把他们准备带走。逃离一线正在播出。2019年9月13日凌晨，德阳市下着瓢泼大雨。凌晨1:37，一辆白色越野车出现在了画面当中。画面中，这辆车的拐弯幅度实在太大，虽然司机及时调整，可接下来车辆还是不受控制，径直冲向了路边，一头撞向了路边的配电箱。发生交通事故后，这辆车的头部严重受损，配电箱受损情况呢比较严重，因为当时正下着暴雨，视线很差，路面也积了水。15秒钟之后，车门打开，一名女司机从车内爬了出来，直接倒在地上。当时的情况比较严重，不管是车损和物损都比较严重。时隔不久，几名路人经过此处上前帮忙，并迅速拨打了120。此时伤者无法动弹，大家打着伞围在他身边等待急救车的到来。何顺是德阳市交警3大队特勤中队的一名辅警，当时他刚好开车途经此处，正好看到了这一幕。何顺立即下车来到现场维持秩序。我就上车询问他的情况，他就说他的腰部和腹部相当的疼痛。他说因为当天降雨量过大，导致没看清路面，撞上配电箱。随后我立即给我们大队的值班民警李伟拨打了电话。驾驶员是一名年轻女性，年龄大约20多岁。因为我们工作关系吧，我就询问了他的身份信息，并问他有没得饮酒驾驶机动车。他说没有，因为在现场他那个安全气囊气味比较大，加上下雨，我还是没有咋个闻到他身上的酒味。越野车车头严重损毁，配电箱被撞得平移了3米多，电线裸露在外面，随时有漏电的危险。何顺一边通知电力部门进行处理，一边和大家一起将伤者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很快，救护车到达现场。120，初步估计，这个驾驶员，当时呢他是腰椎骨折。事故发生后，女司机被送往德阳市第2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凌晨1:49，处理事故的交警赶到了现场。现场呢，除了一些围观的群众呢，还有几个，据我们了解的是，对配电箱检测的一个。结果工作人员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就立即配合电力部门的一个施工人员对现场设置了警戒带。车祸现场十分惨烈，满地碎片，可见撞击时的车速相当快。经初步勘查，交警判断这起车祸可能是因为路面积水打滑引起的。然后呢，我们就用执法机动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拍摄。勘查过程中，一辆棕色轿车和一辆白色轿车停在现场，两名男子站在公交站台上。你们是在这儿弄啥子的啊？躲雨。啊？躲雨。你朋友不是吗？身穿白色衬衣的男子自称是伤者的朋友，刚刚得到消息后赶来的。当时啥情况吗？晓得的吗？不晓得。那哪给你打的电话喊你过来的？哪给你打电话？你过来的？啊？哪给你打电话？你过来的？我看。
别人朋友发的信息，因为他是我哥的，我马上就赶过来了，发了个定位，我不清楚。哪个发的？哪个给你发的信息嘛？你把车子转，你把车子转下。不，哪个给你发的信息嘛？哪个给你发的信息嘛？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没在场。当时这两名男子一直守在现场，旁观交警处理车祸的后续事宜。就在这期间，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里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凌晨1:57，肇事女司机被送进医院，在急诊室进行简单处理之后，由于伤势较重，随即被送到了医院10楼的骨科病房。当晚的值班护士李明芳接收了伤者。当时来的情况是他，还是挺严重的嘛，毕竟腰椎一个骨折是不能下床的，又去了卧床休息的。病人当时也比较是一个痛苦面容嘛，然后下大雨，然后身体淋湿，全部都淋湿了，然后更换了我们一个病院服。视频显示，当时一男一女陪在肇事者身旁，紧随其后的还有两名女子也跟进病房。然而，就在几分钟之后，值班护士为伤者开始办理入院的相关手续时，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只见之前进入病房的四个人竟然吃力地抬着伤者走出了病房。他们就是抬起了病人往那个开水房那边走，然后我过去询问了他们，他说需要上厕所，然后我说病人病情这么严重，然后不能下来行走，然后你们就是在病房里面去上厕所嘛。察觉到不对劲儿之后，护士赶紧上前阻止，任凭护士如何劝阻，四人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加快步伐，慌慌张张架着伤者朝电梯间走去，全然不顾伤者已经疼痛难忍，执意将他带走。这伙人究竟想做什么？我就告诉他们，他受了这么多重的伤，该立即住院进行一个治疗。然后，但是他们还是不听我的意思，然后还是没有办出院手续，就直接就走了。外面风大雨大，他们带着重伤的病人到底要去哪里？此时，处理完事故现场之后，交警也赶到了医院。按正常的嘛，我们肯定，先到那个急诊室，联系了伤者，到了你们医院以后，现在的去向，急诊室的答复呢是已经到了住院部。当警方来到骨科病房时，正好遇见值班护士，护士向交警介绍了刚刚发生的情况，立即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你觉得不正常了？我脑壳一反应呢，我说这个不合我常规，我们就加了心里想的是肯定有问题。此时交警迅速冲向楼梯下楼追赶，警方分头行动，将医院的两个出口进行了封堵。听了这么一说，我就感觉就很奇怪，他们刚刚下楼，情况比较紧急，我就发现情况不对头，必须把伤者找到。师傅，帮二老哥打开啊。二老哥。当警方赶到医院停车场时，一辆白色的轿车正准备驶离医院。如果我们当时我们在下去以后呢，如果当时再晚几秒钟，这个车就顺利的就离开了这个医院。在哪里去？说，我说这儿，我在哪去？上面你在后面，你要把上面带哪去？我把门关上要吧。确实，确实。你先出来。车上的中年男子明显有些慌乱，答非所问，而在汽车后座上平躺着一个女人，正是肇事受伤的女司机。那之前他在楼上，为啥子刚喊下来呢？抬下来的。那为啥子刚抬下来呢？我哪晓得，又不是我。你在抬的吗？我在车上，我不在车上哈、啊，我不在上，我不在过程。哪个抬的呢？我哪晓得。驾驶员抬的吗？没有。那哪个刚抬下来的呢？他和我在车上。那哪个给他抬下来的呢？他朋友，全部跑完了。等一下，还有上面给你抬担架下来，把门先关着嘛，这儿感冒了。感冒算了嘛。随后，住院部的医护人员找来了担架，将伤者从轿车里抬了出来。没有嘛，都给你抬了来。你没嘛？那个打手嘛，你那边这边。女生你也当吗？没有啊，
好了。经查，中年男子姓王，是酒吧的老板。他说，他和驾驶员都是伤者的朋友。此时，交警李伟越看着两人越觉得眼熟，突然想起来一个细节。因为我有个印象里面，我突然想起了，在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曾经有一辆白色的奔驰轿车，然后我在赶回医院的时候，就是那个奔驰嘛，他以极快的速度在我们去医院的途中把我们超了，而且开了双闪灯，我就有这个印象。而驾驶白色轿车的张某曾经也出现在事故现场，并且停留了很长时间，虽说全程没吭声，不过警方记住了他的模样。就是我们到了医院那个住院部以后，上楼梯以后，那么在我们身后呢跟了一个人。医院监控显示，当交警进入住院部后，一名中年男子紧随其后，看见交警进入电梯后，该男子掏出了手机，这个人正是坐在副驾上的王某。在我们上去之前上去了，你看监控，我不是话事，我就在一楼，我就在一楼，我真的不开玩笑。事故发生后，车祸现场打探、跟踪交警、望风、转移伤者，这几个人这般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警方对伤者进行了调查。然后呢，把他送到病床上，在提醒他身边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很浓的酒味。当晚，我们就立即对他进行了呼吸式的酒精测试，那么酒精测试的结果为123毫克每百毫升，属于醉酒后驾驶。原来这几个人费尽心思上演医院抢人的闹剧，是为了掩盖伤者醉驾的行为，而参与这出荒唐闹剧的人分别是伤者的表妹张某、酒吧老板王某以及酒吧的另外四名员工。通过审讯，警方了解了事件的真相。当晚，肇事者刘某和几位朋友相聚喝酒，到了第二天凌晨1:30左右，刘某突然起身出门。我当时是胃很痛，我就自己就准备驾车回家。刘某说，当时他拿着酒吧老板王某的车钥匙出了门，直接发动汽车上了路，由于身体难受，便加大了油门往家里赶，就自己开车就走了。当时在摸电话，准备打电话，就抬头那一瞬间，然后就走了。事故发生后，刘某给表妹打了电话，听闻此事后，参加聚会的几个人决定上演一出抢人闹剧。因为知道他喝了酒，就想把他带走，逃避那个交警的那个执法。为了所谓的朋友义气，酒吧老板王某等人盲目帮忙，不仅害了朋友，自己也触犯了法律。那你晓得他喝了酒这个情况？晓得。我当时他不要开车，所以我是阻止过他开车，但是没有阻止到。他当时酒后驾车出事之后，我是后来赶过去的，然后酒后千万不要开车，真的太后悔了。想起这个难忘的夜晚，肇事司机刘某后悔不迭。这次的事故，是长期以来对我自己放松要求、麻痹大意的必然结果。我自己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也怪自己法律是淡薄，才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今后不会再犯这个事情。如果是不发生后面这些事情呢，他就是一个醉驾吧。现在又多出来几个帮赶忙的，我们肯定还是要按照现有的法规嘛，肯定要处罚他们。原本一场开心的聚会，就是在酒精的麻痹之下，却演变成了一场荒唐的闹剧。因为撞坏了路边的配电箱，肇事者刘某将会承担高额的赔偿款。经过评估呢，被撞坏的电力设施修理费用高达10多万元。大伙儿都知道，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只有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才能够保证咱们出行平安。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微信当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王小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